不准进去！让我进去！让我进去姐姐好家！侧夫人，你先去了。让我进去吧！不行，把剑放下。让开！快来人啊！侧夫人自尽了！放下。什么准备后事啊？怎么就要准备后事了？您不能这么随便看两眼就让我们准备后事啊！您扎针、做汤药都可以的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们不能准备后事。下官医术不精，侧夫人落水太久，几乎没了脉息，还是不成了。您再看看，太医，您再看看，您再看看嘛！不行，我们就多找几个太医来，找好多太医来。 您救救他！哎，你给我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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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徐太医，徐太医可能有办法，他曾经救醒过一个病息多时之人，只是他身份特殊，恐怕难以请动啊。徐太医，晦气！刚生完孩子就给我整箭出，人都丢尽了，要死怎么不死外面去？刹住，积点口业吧。李维，怎么样？ 姬章主，请求您大发慈悲，去宫里请徐太医救治郝小姐去。徐太医，你知道徐太医是谁吗？徐太医是主上御用的太医，这深更半夜让我去找徐太医，万一让人揣测我想私自知道主上的病情，官司下来谁负责任？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疯了？你去把他给我追回来，惹上是非咱们俩都有麻烦。去，赵芳如。